我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不会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难道家里进了那种东西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上锁了，肯定又是彤彤的恶作剧，也不知道钥匙会藏在哪里。婆婆，莫听啊，你们走后呀，村里的怪事儿就停了。你二爷爷跳眼皮，就是担心是不是不干净的东西跟你们走了，没遇到啥怪事儿吧？怪事儿啊怪事儿，你现在呀是遇到鬼打墙了。有个法子，你拿手机照一照
说不定能看到点什么东西。好吧。怎么了？看到啥了？好像是个纸人，就站在我手机前面，盯着我看。手机里头才能看到，还是纸人儿？蹊跷了，好像在哪儿听说过。俺老我呀，还在你们村里呢。我叫个人回山上家里头，找找我那些书，说不定有说过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挺害怕，你帮我报警吧。鬼打墙呀，那就是鬼把人困在阴阳界的边上的地方了，你走不出去。外面的人有个法子，你点根烟就能破鬼打墙了，然后呀就快去医院。俺好吧，谢谢他。
遇到怪事了，是不是你们泼的那些东西有问题啊？彤彤他昏迷后一直没有醒来。你小子可不要冤枉二爷爷啊，那些是黑狗血什么的驱邪的东西，你咋会让人昏过去呢？他真是在小河里洗过脸，然后撞到不干净的东西了。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落了水，我下去救他时隐约看到岸上站了些纸人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嗨，你们这些小子啥都不懂，今天什么日子呀？3月3呐。3月3是什么？3月3是上巳节，确实是鬼节，现在过这节的人不多了，但这日子洗澡是驱邪和求姻缘呢。要知道上游那村子就拜些鬼神邪物，那河是从那村子坟地和庙子边，他在那河里洗脸不就是找鬼求姻缘了吗？说不定啊，
就是被那村里拜的那个鬼神看上。我没见过这种事儿，咱听着还有点道理。那村子呀，哎呀，算了吧，回家吧，可别挡着那鬼娶亲被他们害了。老身家这一代可就你一个男娃啊，这是。里头找到了，说是给阴命的人烧纸人，可能转了阴气变成纸人鬼去服侍鬼主子。你说在河边看到了好几个，那就不一般了。这厉鬼，那可不好惹呀。哎呀，算了吧，莫青，那女人就是命不好，把自己也克进去了。哎呀，我的书，那些算命的书，老婆子我从来不看，算准了能咋样？要唐伯伯，我顶过李烟并没有什么用处。不管用，那不好办呐。纸人鬼打墙，我也没。附近有家卖宗教用品的商店。应该有能帮上忙的东西吧。还有家异兽堂是卖殡仪品的。异兽堂，怪事儿，咋会这么巧呀？他有点本事，就是心术不正，总搞些害人法子给自己揽生意。后来呀，收了他有挺多各门奇术的书，你到他那里多翻翻，说不定。好的，我再去找找他。
又是鬼打墙，又来了。这种寒意，该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跟着？先不要睡，把身体擦干了，暖一暖。啊，家里怎么？不要睡，醒醒。我没睡呀。啊，床上怎么还有一个我？彤彤，你不要吓我。电话拨不通，是净水坏掉了吗？突然感觉到一阵寒意，好冷。青青，我不想死呀，快救救我！不想这些了，我们直接去医院。哦，对对，去医院，白衣天使肯定能救我。我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不会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吧？难道家里进了那种东西？对对，那个姐姐挺懂这些东西的，说不定有用。上锁了，肯定又是铜钥匙。钥匙。
青青，等等我！啊，我怎么出不去啊？这里好像有看不见的墙，是我挂的镇宅风铃，我怎么把自己镇住了呀？你怎么把我丢下了呀？你这个蠢男人，我好害怕。为什么是我这么倒霉呀？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，美人难过鬼门